大家好，我是 Omega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移除外来种。外来种其实肆虐台湾已经非常多年了，从福寿螺啊，或是无锅鱼，还有那种会咬到人，有可能会让人家致死的红火蚁，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来抓绿鬣蜥。绿鬣蜥其实在南台湾已经非常泛滥、非常肆虐了。那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目的可以减少他们一点数量。我们抓绿鬣蜥主要都是晚上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早上的时候真的是活力非常强，看到人就会直接跳下水啊。晚上的时候他们会休息，所以晚上是非常好抓他们的时机。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具。我工具这一只是可以伸长到15尺的机遇柄，因为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爬到非常高的地方啊。我们这个就是用意就是把它戳下来。再来呢，我们的手电筒都是挑流明非常高的，至少要1000流明以上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把他们所在位置照出来。好，那就话不多说，跟着我去抓绿鬣蜥吧。走喽，抓蜥蜴喽！直接找这些树上。这一只啊，要包的，是现在把位置看好，这里，这里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小只的，有一只小只的在那边，可以直接抓，直接冲过去抓就好，直接冲过去抓就好，它动了。小只，好绿哦。有两只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。先抓一只，这边有两只。不管，然后去了。先抓了。有了。找到。好、哦，抓到一只小只的绿鬣蜥。我靠，这个位置看不太到，很差。很背光吧？搞不好树上还有其他只的。短翅好漂亮啊！要太漂亮了，超级翠绿的。最后一只，这附近还应该还有。对啊，小只的应该都会群聚一点。我觉得这边的树应该都有。应该上面那边也有一只。对，有。那边露出一尾，那边还有一只啊。但是把这个网珠拿掉。干这妈的！小心，再走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粗话！哈哈哈哈哈！没事。叼我耳朵！没事。干！有没有痒的？干！哪边？你刚刚说哪里？在上面，你刚看那只吗？那只？哎！出动我的大棒棒！干！那老不会打。我觉得不止哦。好，我看到他。来了。我拿网子哦，慢些。干太长了，后面有没有堵到我？你戳他阴部。我要戳他会阴。戳吧。跳。睡。上尾是不是？没有。六七。有抓到。水啊。那刚刚抓的嘞？在我口袋里。好 ，OK。来吧，我先把它装。先把它装。然后那个。胶带，好，先缠一下，好，缠一下好了，保险。这是可以直接撕的那种。这小只的爪子比较没那么利啊。鸡巴啦，超厉害哦，超厉害。来吧，这个可以撕断。好，我知道。等下我们先把这里处理完。我们先处理一下。好。还是先弄。你帮我把手往后。那这画面应该可以拿来用。上面就有一只，哎，搞他，直接跳起来搞他，嚯，水啊，再往这边啊，
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背进来。小的，逮捕回来。先抓了一只，然后前面都被挡住了。来喽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再抬稳最后一次。打开。我好了。好了哈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好。你在他前面。有。来哦。下来下来。哎，灯。有吗？跑了。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好像在。好像他没有在动，他没有在。看我们这里没。他有钻吗？啊，跑走了，跑走了。就沿这一段继续找下去。少爷，你知道那树叫名字吗？哪一种？就他们平常在逮那种树。刚刚那个还是这种？就刚刚那种。钩树啊。钩树、啊。怎么来个钩？那个应该说钩树吧。钩树。构造的钩。哦。一个木在一起。构造的。两二三，三只，三四四只，四只，上面那只比较大的，稍微大一点。哇，现在都这种 size 的，跑可以跑。你先看我们说的这三只，一二三三，二在哪里？二在这，二这里，然后三在这里，三，这里，这里，它动了，它动了，这只行，它可能往左前跑。哎、欸，你先要搞哪一只？先搞第二只好了。下面这下面这一只吧，那只先跳起来抓脚了，那只跳不起来，因为没地方可以踩。哦，是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干嘛？往打。还是先赌第二只啊，我们第二只先接下来。赌他蟹子缸那边。赌了。对对对。赌下面。对。赌蟹子缸那边。碎、啊。对对对。第一只。啊，嘴巴跳了。他跳了，跳了。有啊，睡啊睡啊，睡啊睡啊。上面那只先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先盯他们，先盯他们。我干，抓着你，小心。那只有点转向。来吧，先放。我以那个给我，这给我。嗨，兄弟，逮捕归案，不要那么凶好不好？你要打的时候，从里面往外打。好。建议你会不会内脏都爆掉？我捏，就到。很凶。派。等下。搞派。你先打死。对对对。这里。我被勾住。我要出。OK， 就跟我说。刚刚在打中球。哎哎。欸这个母球，来吧。好，我要戳了，快碰到了，距离30公分，来了，要碰了啊！跳，对，哈哈一直撞到，看，你看智障一样，对不对？还会笑死。就是三十几而已，你手还好吧？还行，可以。三十四十，好小只啊！今天都是抓这种小只的，因为大只可能不在这种地方。对啊。好，我抓到一只哟，这只个体比较稍微大一点啊。那为什么叫绿鬣蜥呢？因为它绿色的。背上有背鬣，就叫绿鬣蜥，就那么简单。啊，它的产地呢，大概是在中南美洲，在当地算是蛋白质来源，也有蛮多的饲养场大量养殖它们。那主要还是以贸易用途为主了。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应该是公的，我可以从这纹缸这边看得出，这边有两颗。然后通常公的这边，熟悉部的地方都会有这个，一条一条的，这个一粒一粒的。那这一只大概看一下，六七十有了，比我们刚刚抓的都还大一点，
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想要抓更大的个体，不然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我们要抓一些具有繁殖能力的，这样才算是比较有效果。好，那这只有点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可能之前也被他抓到过，又跑出来了。搏命演出哦，这里还可以再抓到两只，有两只，这里一只，都小只的，这里一只。等一下可能要帮我 pass 一下那个杆子。来，快下来！对，哦 ，catch，catch， 棒 ，catch， 抓到！好，一起，给个灯，给个灯 ，catch， 啊，抓到！好，抓到。好 ，OK， 你先看，我先看一下另外一只在哪。好凶，好凶！现在事情是这样子，我发现两只超大的，所以我现在准备网子，现在就主要就是不要惊动到他们。等下策略就是我们会慢慢靠近，慢慢靠近，把网子伸到它下面。然后去吓他，希望他可以跳网子里面，不然的话那就没办法，因为他下面就是水了。我们刚刚这张网子用接的，超重的，差点给他跑出去，被抓到了。这只应该是公的吧？然后它的断尾哦，可能是之前有人也是有抓过它吧。但他现在这边愈合了，应该不久之后开始慢慢要长出新的尾巴了。他们所以也是会断尾求生的。好，搞起来。王子，哪里啊？抱歉，这边。好，看到。两只。啊，两只啊。干，头对头哎。竟然是两只。变故，这只啊？对。哦，这只不小哎。来了，他应该往那边跳，往你们那边跳。哎，我们头看到了。来啊，戳他啊！来，请你下去。还没下来。收到。OK。好球，好球。那另外一只跑掉了。哦，这只不小嘞。哇，这只有大。哎、欸。哈咬下去。松口、哦，弟弟。哎呦，哎哎哎，会滑会滑。是有戴手套，尽管刮我，没在怕人。哦，好凶哦。凶。木的。木的啊。他老公被我们搞得不爽。怎么年少轻狂？啊，那就没抓到这个，我眼睁睁看他跑掉，搞不好还在哦。狼，爬进去了。找到，你把他手往后，先后好，好 ，OK。受过他们那个爪子，接到了。你再看一下，哇，搞到这么多只哦，一棵树搞到那么多只。哎，大明、小宝、三弟、猪哥、八戒，杀不尽。面试多久？陆沙的鳖。哇，扁掉了！刚刚好出来，散步就被压到了。收工。好嘞，现在12点多了，超想睡了。今天活动量应该还蛮大的哦，有运动到。黑掉了。好了，现在结尾时间。我们因为昨天回来的时候就太累，我们就直接睡了。我本来想在昨天拍的，但是。没办法，移除外来种真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工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成果到底有几只哦。看有几只？我靠！这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
方这一带十六只。大概几只？三十四只哦、喔。我靠！已经破我们这一次上次的记录了。记录一下壮观的画面。这次抓的都偏小只，其实可能都只是同一窝出生的。我是觉得这样子有点治标不治本了。我们充其量只是帮他们做一个人质而已，我们把比较笨的个体抓走而已，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聪明的个体留在那边。那这一次的行动可以算成功一半而已，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抓到那种特别大只、具有繁殖能力的个体。好，那各位可能好奇说这些蜥蜴的去向到底会去哪里？那请各位不用担心，我们第一个我们不会欺负他们，我们不会虐待他们，我们会送他们去一家私人的收养机构，他们在那边可以好好活着。啊，毕竟他们还是生命嘛，只是他们生错的地方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美丽的生物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再次呼吁，爱他就不要弃养，不然真的是会造成生态浩劫哦。